后啊，杜德新人还有个问题，就是他的姐姐，然后就是因为一次感情的事情，就得了精神分裂症了。嗯，然后十年了都看不好。嗯，我给他说是灵性病。这还要讲啊？这种人多少啊？一个一次了，我告诉你，根本半次就有了。有的时候就是一上身就神经病啊。啊，感情问题嘛，就是最容易上神经病，还债呀、啊，没还清楚嘛，就神经病呀、啊，听不懂啊？对对对，是的。啊，这个事情讲都不要讲，这个人生就是这样，嗯、你就是，人生就是说你还债啊，你还不清楚嘛，他就弄你呀、啊，你还不掉的呀，一般你上辈子欠了人家的债，欠人家的情，你说你还得掉不啦？可能不啦？嗯，是的。